同时，请让我发自内心的感谢我们活水德胜教会尊敬的、智慧的何牧师和何师母。其实说心里话，占用大家一点点小的时间。今天没想到我们开明的牧师师母说到川普，那大家也知道，我和李弟兄是川普的铁粉。与其说是川普的铁粉，不如说更重要的是牧师师母的好像铁粉似的。因为啊，最一开始我和李弟兄啊是支持希拉里的，因为说实话，我们在这个平时的日常的一些其他的工作的场合当中，有机会接触到他们二位，有一些点点的私交或者是一些交集，所以从私人情感上来讲，我们首先把票投给了希拉里。但是那天何牧师非常中肯的和我和李弟兄讲了，上帝拣选的是川普，他是被誉为古代的当代的古列王。所以从那一刻起，我们就把这个投票的这个心理的权利呢就投向了川普。虽然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合法的投票权，但是我们是用行动，用行动来站在神的这一边。我们相信用最简单的思维方式的判断方法就是尊主为大，看看神怎么说，就把一切的事情就变得简单了，不用靠我们人的所谓的点点有限的智慧去衡量什么了。所以从此以后呢，我们就开始了支持川普的步履，直到今天呢也是众望所归。但是一切像弟兄姊妹们在微信里发的一样，所有的一切都在我们天父的手中掌控，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吧。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就简单的做一个谢幔祷告。慈爱的天父，你是祭邪的神，是公义的神，这世间万物没有一样不出于你，同样这世间万物都在你的掌中。谢谢主为我们拣选了您意中人川普成为美国的总统，赐下那一位战士来带领更多的战士来为你的话语、为你的真理而征战。那么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美好的团聚，今天美好的饭食，赐给我们天上的灵粮的同时，也赐给我们人间的玛拿，让我们身体健壮，继续的披上您全部的武装去来为你征战，为天国征战。让我们把所有的荣耀100%的归给天上独一无二的真神。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我很感动，好，来来来，来程举呢一起上台，程举呢，来请大家先坐下哈。程举跟董涛呢，大家是有目共睹，他们来美国多年呢，只有一个坚持，只有一个步履，就是要让神的荣耀在他们的专业，在他们的职场当中被彰显出来。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家庭呢、啊，说真的，我们能够认识他们，这是神给的宝贵机会。那李弟兄呢，他真正是一个刻苦实干的一个艺术家。那他们两个人在纽约多年来啊，大家晓得曾经住在一个地下室，是没有浴室跟厕所的，连水都没有的、哦、连水都没有的。那个意思是半夜如果要方便的话呢，必须要拿着手机当电筒，然后摸着摸着上到楼上啊去如厕的。什么苦日子他们都愿意去熬，再大的责任他们也愿意承担，为着神给他们的恩赐，他们呢不辜负不埋没，坚持透过艺术透过绘画来传扬福音，见证基督真理，实在难能可贵啊。在纽约我碰到很多很多的音乐家、画家、艺术家，几乎都完全五斗米折腰改行换业了。目前为止我所认识的可能只有李弟兄是一本初衷坚持到底。大家晓得
艺术家的绘画跟创作常常是在生前或死后才值钱。生前值钱还是死后值钱？通常死后。死后才值钱呐、啊！生前虽然他苦心的啊经营，然后苦思的绘画，那懂画的人好、啊，毕竟好、啊、这个不多。那有钱的人呢，好、啊、也不见得懂画。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你们有钱的话呢，可以投资，可以投资我们李弟兄的画，这个一定会3倍、30倍的大涨。那今天呢，我有一个恳求，也有一个感动呢，就希望我们当中一起在李弟兄啊传扬基督的福音事工上一起有份。怎么有份呢？除了代祷之外呢，我也希望啊能够用金钱来参与，好不好？我们奉献的同工们，请你们准备一下，奉献的同工们，让我们大家能够有份来参与。因为这一次呢，他们要去巴尔的摩啊一个摊位。要做展览，那展览的重点其实就是圣经的真理跟价值观。李弟兄的绘画呢，全部加上十字架的，加上圣灵的很多很多的元素符号，在他的画里面都向世人要展示介绍基督到底是谁，那神的国度到底如何。所以这样的一个职场宣教士呢，值得我们祷告跟金钱来支持。所以我们奉献的同工好不好？我们大家准备一下，来奉献同工，我们凭感动你一起来参与，一起来有份因为单单呢一个展览摊位就790块钱展览的摊位。那除了展览摊位呢，那报名参加的话呢，一个人是250块钱，只有吃饭跟注册费，就一个人250块钱。那住的话呢，他们是住在自己的车上，住在自己的车上。大家看过他的车吗？今天有没有开来？今天没有开来哈。所以我们求主恩待每一个人，尤其是活水得胜人，我们有钱出钱，有心就祷告所以不勉强。你呢就是按着自己的能力，凭着自己的感动呢，让我们有份于这一次李弟兄的职场宣教。在前方打仗的，在后方这个看守的，是一同在天上得奖赏得纪念的所以我们求主恩待李弟兄呢，这一次巴尔的摩能够得人如鱼，能够得地为业，能够让神的荣耀，圣经的真理，透过他们的绘画，透过他们的艺术，能够更多的让世人知道。因为这次巴尔的摩呢，目前报名人数已经超过2500人了，至少会有3000人来参加，都是美国加上世界的有心人士，都是各行业的精英跟学生。我们希望我们的祷告是让程举跟董涛呢，在这一次的展览会场当中呢，能够遇到知音同路人同行业的，一起来献身于这个艺术的媒体的宣教，让他们在奔跑前路的时候呢，没有觉得孤单，觉得有我们大家，除了用祷告之外，我们一直一路陪伴，好吗？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愿意的人可以继续哈，继续。如果你们有亲友想要投资艺术绘画的话呢，我非常鼓励程举的话，绝对是涨停板，涨停板何牧师的话，很多地方你听到要去行道的，去年3月我再三鼓励大家去买黄金白银，买的人现在已经是怎么样，已经是欢喜快乐的所以我鼓励大家买程举的话是最好的投资绝对是价值连城的好，我们服侍完了哈，我们感谢神哈。来，我们请董涛请程举讲几句话，感谢主。大家主日平安，非常的感谢各位弟兄姐妹的大力支持，无论是祷告也好，还是这个经济支持也好，万分的感谢，一切荣耀呢都归于主。因为2013年呢，我宣布
开始做广东话，这个做见证上帝。我是用艺术这样的一个形式，把这个主的福音要传向这个更多的国家和地区。那么我现在已经在中国申请书号，那个《见证上帝》这本书得到这个批复，会在中国的新华书店，进行销售，还会在这个，教会里面进行这个传播。所以呢，我本人计划，将来要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要100多万册向世界各地发行和这个布道。那么有俄文、法文、意大利文等等，中文包括英文。所以呢，作为一个基督徒画家，你的天职就是利用你的职场来为主做见证，来为主做传播，让在这个世界的末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让大家更多人能够悔改，能够认识上帝，能够和我们在座的一起的活水得胜人，每个精兵都能在自己的职场上传神国的福音。再次感谢主，一切荣耀归主，谢谢大家。好，我也在这里有一个报告跟恳求，就是这个年底的拆船大会呢，如果是10个人一起报名的话呢，会有特别优待。我巴不得我们当中呢，真正是有人愿意请假，甚至呢，就是赶快参与圣会，因为这场大会呢，一定会有圣灵的作为。不但在你个人，在你家庭当中呢，一定会有非常非常的奇妙，所以求主恩待。好，我们聚会停到这里，楼下呢。